石头塘村。这次调查，我正好赶上张家后人回到老家祠堂，在充满仪式感的礼节中祭拜祖先。九雷公好喜，何罪？地主开始，不一文。祭祖之后的家宴，是这个大家庭难得的相聚。由张九龄第43世孙张细民和他的儿子张海星掌厨，大多数家族同胞都外出谋生，而这父子和沈泽留在老家经营农家院，方便照看祠堂。张大哥告诉我，昨日找了哪位神助攻，找到一个我没想到的地方。在什么树上？在树上。树上能有什么东西？那是很重要的祠堂，很重要的。大哥，您在采什么呀？这是采砂壶。砂壶是什么东西？是石壶。啊，石壶是吧？